四个，好几条，不是四个，好几条棒棒这样，很漂亮，变成纪念碑，果不就是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VT Station， 是明天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玩的，没错，就是你一目看到的这几个，这纪念碑谷。我之前就有在玩，但是我都没很认真把它玩完。然后我们这次就会以一个一级一级的方式，带大家把它把这六张吧，这六张把它玩完。第二张，没错，而且玩完。好像它上面那个家吧，点下去就会有个付费关卡，然后呢，你就有新的关卡可以玩了。我有个朋友就是全部把它破完，没错，对，把它破完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来玩第一关，第一关就很简单嘛，就这样。它就是靠一个这样 3D 的，这样转，你看，这样原本是接这条，现在变接这条。然后呢，首先你看，一进场这里啊，就4个。好几条，不是四个，好几条棒棒这样，很漂亮，变成纪念碑，果不就四个字？哦，对，我好热，我要开一个地方上。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杂音，应该不会，因为我接麦克风。OK， 我们开始吧，看一看他要我们干嘛？我麦克风，麦克风，不打，电风扇。好，然后呢，现在是第二张，对，我们进去，第二张，寻找一切困苦。好，你先来这里，因为它是一个山底。对，我们这样子吧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它就可以过。我们现在中间那个，等一下应该会升上去。不对，旁边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我看一下，现在要去哪？现在要去对面吧，这可以往上拿吗？可以先进来吗？从对面再转过去，好，这样子可以过来，过去踩那个点，然后看会怎样。B， 我知道上升了。叮，对，然后这边应该是要接着，因为它是一整个3D 的概念。对，接过来。不对，这样就弄不了。我要接到一个，对，好，可以。OK， 然后呢，它这个每一关就是到那个祭坛，我们就可以完结啦。对，完结这一篇，把帽子这样，四方形立体开始合成吗？就好，完成，谢谢。OK， 已完成花园。纪念碑谷，每次回来就要纪念碑谷一下。哦，对，那个绿的应该就是破过了。哦耶，开了。对，我们这一集应该就不确定会不会搞定，因为感觉就是很难，没有很难，感觉就是很短。艾诺有个不情之约，这样哪里？哦，这里，然后现在上来。上来，然后这个结果想要过来，然后再过来，然后再过来，进去，对的，这个，对，爬上去 ，OK， 然后来这里。而且大家看我破那么快，是因为我之前其实就玩过了，然后我们可以进对面了。走，这游戏它算很精致。而且他最近原本是免费，他现在竟然要卖144台币。这次我不知道原本付费的那些关卡他有没有就免费解锁。OK， 现在呢要干嘛？朽骨暗夜后多时，沉默的公主，你已徘徊多远？不知道，不知您到此处为何事？行者路行，Oh my god， 哇，好帅！啦，这边，这个岛可以逛了，而且这个蓝蓝的是怎样？不对，哎，对哈，它是连接的，看不出来。
我们要去上面。他现在没有，他现在只有一个橡皮艇，他没有屋檐呢。那我们上去吧。而且这，哦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等一下，这个，哦，那这个，我就知道。来吧，对，等一下，这样子走的。OK， 好，去吧，去，哎。哦，对，这样有平行道。我会上去，等一下来上去 ，Go， 然后到这里，等一下下去一阶，到这里 ，OK， 这个，这个上来这里，我把这个直接送上来，来这里，不对，我现在是要去对面，完蛋了，我在干嘛？可以从这里吗？不行，对，我在干嘛？下来，哦，对，我知道，过来吧。然后在这里，对了，骗我，刚刚那条路公鸡在骗我。上去，OK， 完成了第三章吗？放帽子，然后又有东西要出来。方块，它现在有点像麦块的中介水晶一样，帅的，完成。OK， 关卡已解锁，完成音室。纪念碑谷，有下一张了。OK， 第五张，好，我们可以进去玩玩看。在此，艾达发现新的行走方式。怎样会走在水上？我这是要这样转过来。要看一下多久？运动好。我刚刚上一集在录一个也是智力的游戏，刚开始我以为因为它过很快，我以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游戏，结果它竟然是一个超狂的一个游戏。所以我等一下就会拍那个游戏。我要去这里，我去。对，那个游戏是一个连连看，就是你要把你看到吗？就是会有几个点，你要把它连在一起。但是呢，你走过的路你就不能再重复回去。对，那个游戏很棒。我原本以为它只有一个，虽然说都是打发时间小游戏，但是它也有智力的一些那个在。这个进来。才，然后现在什么 ？Oh my god！ 哦，不对，现在要走墙壁了，墨镜。我们可以来这里，然后来这里，不对，你可以，这可以转吗？大哥，这里 ，no！可以到后面去，等一下，我刚点了一个东西，当然可以到后面去。好吧，不行，继续。OK， 我们再慢慢上去。去喽！开。OK， 谢谢。哦哟，好晕哦，头到晕了。这里，这一环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正面，然后呢再转一下，让那个桥连在一起。对，就这样 ，good。然后，我们再去对面。去这边，好去。然后我们再转一下，我看看。对，可以接上去了。好。OK， 那目前就完成了我们的第四关，是吗？它是天庭吗？真好听。哦，乌鸦。这，等一下。Oh my god， 不对，这样。继续走这里。继续从这里进去。往前下。这样子。去吧。这是什么？又是你。不对，刚刚的祭坛难道是假的吗？又是你，你要对我做什么？山谷城所人之居处。
而今前人的辉煌只化为纪念碑座，是刚刚那个宝座啊。窃贼公主为何你又归来？所以我是窃贼，我窃贼，你才窃贼啊！进去，好，好，这就只是一个废话。哎，我在这里吗？那是我吗？哎，对，走，放上我们的帽子吗？帽子里的东东，啾！哦，不一样，每个形状都不一样。好 ，OK， 完成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要干嘛？完成水攻。OK， 第五，没有第四，第五，第五进来。再次，艾达碰到讨厌的乌鸦人，怎样？乌鸦人会，他会咬我吗？咬我，咬我。怎样？乌鸦人想怎样？对，赶快，跟踪，快上！对，现在这个啊，看你好。OK。快，这应该是我们休息的地方。OK。谢。看你好。我们要回去了。No！先让我回去，大哥。让我回去啊，大哥。谢。滚。好。哎呦，不对，现在等他走回来。看，像他这样吗？走，好，谢。谢谢让步。等一下。好，快逃啊！救命啊！走。这是楼梯。不对，我干嘛下来？应该在上面就有了。别！我的！看，走开了，臭乌鸦。走，好，进来，这样子。耶！上去 ，Go！这里有，他是怎样被墙撞到都有叫？下来，这里可以怎样？可以这样。那这下面可以转吗？我现在要走开了。等一下，我被困住了。好，谢，滚，快滚吧！快，赶快上去，快呀、啊，走开！乌鸦人，滚开！哎呀，我们终于进去了。叮咚，进去。叮咚。哎，我这是哪？喂，这里吗？等一下，我可以把乌鸦转。哇！还好你不会上楼梯啊，大哥，进去吧。哦，他这样不会晕吗？他好狂哦！下去吧。上去。继续，再转弯，对。别。先往台跑，我想为什么动不了？哇，上面竟然直接转了，下去吧。两只都反边了，好、哦。来，上面那只乌鸦，你有事吗？哦，这样吗？等一下，这样吗？不对，那就把它转到底。不对，对，这样。好。我怎么？我在这时候把它下去。对，我想想看，这只乌鸦很烦。我会走旁边吗？不行，
喂，他他他。我想想看怎么对付这只臭乌鸦。哎呀，这样是吗？然后他这样我会干嘛？哎，而且他下面那层带来干嘛？这层可以干嘛？我也不能把我自己锁去，这层带来可以干嘛？可以在上面走路吗？啊，完蛋了，我开关了。哎，这些都不能转了。嗯？哎，我可以进去这里面吗？不对不对，他走不能转去。乌鸦，哦，让乌鸦进来，可他会受骗 ，yes， 成功了，只能这样，好的好的好的，下去，哦耶，成功了，哎，进去，这一关，哦，这一下，哦，又是乌鸦人，哦哟，走开走开，谢谢，好。走开走开，乌鸦，臭乌鸦，走开！哎，你干嘛过来？你干嘛过来？哎，从这里，滚啊！好，进来。然后这里，这样子。哎，对，不对不对，可以怎样走到对面的这转？不行了，看我不走，这样，你自己过去吧。乌鸦人，拜。哦，对，嗨你好，对，这只有转这里。我们可以跟在他后面跟踪。我们可以到对面去吗？天，我看到这个东西，下去呗。哎，可是这样我进不去。哦，这样子，谢谢，上去，上去，乖，好棒，好，就在上面吧 ，OK， 那我现在会从哪里跑出来？哦，哇，月亮，好漂亮，终于吗？到顶了吗？哇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先上这一阶，然后再把它转到一样高，然后再上去，哎，不对，我要上这一阶，上这一阶。然后转这里，然后再上这边，然后再转这里，再哎，死路吗？不对，我就知道一定会有活路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转上去，进去，嗯，可以再转吗？对，可以。你再转，上去，然后再。等一下嘞，好，谢谢。我可以献上我们的帽子，来吧，大哥，帽子给你。OK， 哇，我今天快爆表了，完成尖塔，这第五关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差不多都就到这里啦，大家拜拜。